即卖哦，麦啊开始咧采收咯。南投仁爱乡公所举办着做册麦的比赛，要透过这个比赛来推广着部落这麦啊产业。做册麦头一步，爱将地头捡清气，所来南初盐开始暖。麦啊已经开始采收啊！仁爱乡公所举办活动，希望讲会使用咱的营销，甲推广仁爱乡的麦啊。唔少真侪游客来去体验，嘛未少部落的少年人报名参加对世大的学。了解一下部落老人家到底都在干嘛？但是自己也喜欢吃啊，所以就来体验一下。很累啊，很累，但其实还蛮开心的，一个文化的传承嘛。因为如果我们原住民不做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种味道啊。仁爱乡公所表示，讲四月七日体验活动内容真精彩丰富，嘛欢迎全国乡亲趁清明连假到仁爱乡去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